24号，陈法蓉、谢天华等现身长沙，为某时尚品牌活动助力。当天，陈法蓉一头干练短发，身穿收腰长裙亮相，大方在 T 台上走秀，尽显好身材，并透露自己曾多次来过长沙。多呀！我想问一下，女性，你是第一次来长沙，之前有来过吗？之前来过很多次，但是都是做一些电视的节目，做完之后离开的那种。哇，这次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。谢天华也在现场分享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，他表示正在筹备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。最近我们在，其实我们亲兄弟在筹备一个电影，是一个传奇的电影，跟以前的作品完全不同的一个类型的电影。我听了那个故事以后，我觉得挺好看的这部电影。我不要讲太多的内容了，不然我的兄弟不放过我。应该在如果没有大家档期配合的话，最快应该是在8月份开始这个电影。就是我们里面我兄弟都是反差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在角色里面，所以我刚刚说就是这部电影挺搞的，逗的。芒果拉新闻，期待全新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啦！报道。